我来介绍这一首歌了，那这首歌也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歌。因为他的那个 MV 有，那 MV 有讲几句话，这十七岁的森林，有淡淡的香肠，香的牛奶味，连那一年我的爱就停留在这里。他那时候刚好也是十七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这个应该是很浪漫，还是很那个回想很多的，回忆很多。回忆很多的，可是你讲腻的时候，就感觉是我拉撒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我可能讲话要比较谋生一点。你看一个配音文章，十七岁的森林，空气里有快乐，有淡淡香肠牛奶味。那一年，我的爱就停在这里。这样感觉可能比较对耶。比较对啊，比较对。对，我还跟他讲说，我们新加坡，我们新加坡人说话那个怎么样？那个就比较没有真的是对，那个单调的感觉，那种直线就已经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就不很像。您吃饱了吗？就有时候你会有点带那个语调的感觉，就吃了吗？还是吃了吗？吃了吗？啊，吃饱啊，就是这样说话。新加坡人说中文就是有这种习惯。对啊，你怎么慢慢改掉？然后我没讲你哦，你不要对号入座。可是说真的，你刚才这样念了一下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好很多，好很多，有画面也是这样念的时候。
对，因为跟你的时期是有关系。是的，我跟我的17岁的时候。